今天我们现场观看表演的朋友比较多，这个器材呢，如果您有兴趣购买少林拳或者功夫方碟的话，请不要随意走动或者大声喧哗，您可以直接举手示意工作人员，可以他们将方碟送到您的手中。好，同样楼上的各位朋友，如果您也感兴趣的话，请不要着急，可以在表演结束之后到一楼联系工作人员进行。那么每张光碟的价格是10元钱。好，现在有意思走向前台为大家展示尖尖的钢板，朋友们就可以亲自用手来触摸一下，看是不是真正的钢板。好的，在这个环节当中，第一次为大家展示的是少林硬气功，这可是一门追求内实外放、纯阳纯刚的功法，它讲究演练者在发功之前首先要进行的是讲气和聚气。好，首先这位弟子将丹田之气运往的是头顶的百会拳，那么接下来这位弟子将为大家展示少林体头功，头开钢板。刷、啊